哇，太好了！亚轩，我们复仇的机会到了。这个吧，这是什么？我有了，我有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你看马哥，你看马哥搁那站着，他站那么久。对啊，你看马哥。 马嘉祺该带了吧？马嘉祺，你是不是要站着？你是不是要站着？给他从那个正中间带出来。你看马哥，他多不想要啊，就马哥了。<笑>给你吧，给你吧。谢谢二哥，我要谢谢你吗？我帮他带。好好，来吧。这个还挺帅的感觉，这个挺帅的，说实话。哎呦，他这个好看。 要，没问题，疼吗？可以，戴上去了。好，挺帅的，真的挺帅的。好看，好看，马哥，你转过去给大家看看吧。来，3、2、1，好帅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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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有一点挡视线。对，最后的第四组来，请起立。我们因为那个蓝队只有三个人，所以又到了弟弟了。好，来，第一个声母只需要造三个词来准备。来，请看题。3、2、1，catch！ 好像还是张真源，快，还是真源来。留言，超时。好，来，请继续抢答。好，来，丁程鑫来。留言，鲤鱼。哒哒哒哒哒哒。 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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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3、2、1，好来来，严浩翔来，留言鲤鱼刘洋，回答正确，厉害，请选择，厉害厉害，浩翔，要不选一个给自己带上吧？哈哈，我看一个。 利用鲤鱼落叶，蓝牙，老爷，录音，涟漪，刘毅，涟漪。我加入一下队形吧，我加入一下，就我一个不带，怪怪的。哎呦！ 在侧面是吗？你这个太正常了，你调的。太正常了。哇！三位做好准备。三位人举快点，咔咔就举。 这个必须杨翔啊！准备，请看题。张震源，请看题。张震源，啊！抵达。大刀，可以。大胆，大胆，大胆，回答正确。 没有杨翔，你这个不够意思，我给你挑一个有意思的。给你挑个发色相近一点的吧。我这个还不够相近吗？我给你左边来一个嘛，你右边来一个，左边来一个对称嘛，是吧？郑轩，你把你那个给他吧。啊，这，嗯，可以吗？可以转让吗？张哥不能转让，不能转让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挺好，真的。或者这个也行，怎么样？
那就哎，那这个吧，对对，这个走走走，对你友好一点，对你友好一点，对对对，友好一点。来吧，坐吧，你坐着，我给你弄。对对，走走走走走，坐着你坐。对对对对，哎哎，什么？我已经选定目标了，你什么什么啊？我帮弄，我帮弄，这样好。怪可爱的。下面我们来汇报一下分数，我们黄队负九分追上来了。哎呦，努力了这么久。好，蓝队负四分。哇，本队积九分。我们欠太多了。那么依然是从我们亚轩先开始。你邀请谁来跟你进行魔法师的较量？邀请谁啊？有的人已经睁不开眼，那就请睁不开眼的那位。别选我，我不参加。又是我是吧？来吧，我们内部讨论，就是我吗？对。22-21。他怎么都只要压你一头就行。是。来吧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好，迪哥已经写完了，就这么快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迪哥他给出的数字是2个。有没有信心拿下？应该有吧，他肯定赌我0个或者1个之类的。哇，他这也是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，对对对，他很想赢。哎，好，所以亚轩他给出了有魄力。5个，拿那么多出来压我，你输定了，绝对被惩罚，我当麻瓜了。所以你的麻瓜要交给我选人吗？选人啊，给张哥。哦，不一定是我哈。我这发型不太适合当麻瓜吧？张哥吧，张哥，给张哥。你看你发型多麻瓜啊。啊，终于不是麻瓜了，傻瓜，现在像一个傻瓜，像个傻瓜。我是一个傻瓜。现在张真源作为新任的一个麻瓜同学加入到蓝队。好，来，我看起来确实挺傻的。好，来，老秦你选谁？那麻瓜最后在谁？谁队会走位？无所谓，咱们队无所谓了。我上吧。嗯，就来吧。好，老秦选择了浩翔。两位这个发型好不容易哦。这个严浩翔现在有35个魔法石，秦霄贤有20个魔法石。非常快，他非常快。我稳扎稳打。你稳扎稳打，不花。这一轮我们短平快好不好？哦，秦昊贤给出的是0个。好，来，严浩翔给出0个，平局不换队。哎，他们不用来是不是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没人来。麻瓜别来沾边，别来沾边，麻瓜。啊！开玩笑。张哥那局游戏赢了，那肯定的。好，朋友们，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环节。好的，全面发展很重要，所以接下来是我们体能方面的课程了。各位同学请注意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和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协作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。我们一共会分3轮，每轮呢，每一边是派2个人来出战的。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了谁先攻击，之后会有30秒钟的进攻时间去抢对方的娃娃。30秒钟之后，我们会通知攻守交换。在攻击时间里面，攻方每扯掉对方1个玩偶积分，但是每一次只能扯1个。最后按照3轮的总积分来进行队伍排名。是这样的，老秦的腿已经完全好了，但是我们不希望他在这个环节呢，就是对冒险，所以呢是由泽林来帮他上场。那么首先请上场的第一组是